你知道最新的火星计划是什么吗？你知道南加州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多地震吗？快来科技与生活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科技与生活，充实科技知识，带来生活方便。刘登凯、黄欣怡、张梦文共同主持制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进化之声广播电台科技与生活谈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登凯。我们今天主题是对空气质量的了解与改进，我们的嘉宾是前任美国南加州空气品质管理局副局长。那空气和水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重要的一环，尤其是空气，没有人能够几分钟不呼吸。呼吸下的这个空气到了肺部，将氧气输送到身体各部分，生命得以延续。今天我们就谈谈这个重要的话题。首先请我们的嘉宾 Elaine 张向我们的听众呢问声好，也自我介绍一下。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节目中。我的名字叫 Elaine 张，那我自己在从事空气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有快将近30年的时间。那我自己呢是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博士毕业，专修的是环境科学。那我们谢谢这个张博士到我们科技与生活节目。那我们想我们先进入第一个话题，那这个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说空气品质啊做一个了解。我想第一个问题想请问张博士，空气品质的好坏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啊？对一般的民众来讲，它这个定义是非常主观的。我如果看见天气雾茫茫的有雾霾，这个空气不好。如果我可以闻到一些怪异的味道，这个空气也不好。但是如果从事这个空气品质管理专业的人来看的话，根据我们现在对这个科学的了解，空气里面有太多的成分了。这个空气品质的定义可以分着好几个区块来讲。比如说我们如果讲到一般大家常常听到的所谓的雾霾，所谓的臭氧，这些的我们叫做区域性的污染物。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污染源可能在西边，但是污染真正形成是在东边，它是区域性的，会流动的。尤其像洛杉矶来讲，污染源大部分是在洛杉矶县，但是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是内陆 Inland Empire， 就是内陆像 Riverside。所以这些的空气的品质呢，它因为是根据它会对健康影响的程度来说它好不好。那还有一种呢，我刚刚有稍微提到的是味道。那这个味道非常的主观了啊，就要看说大部分的人受得了受不了。那第三个呢是所谓有毒的空气品质，会致癌的这种的。那这种的话呢，一般我们定义空气的品质就是说它的致癌率会多少，这个豁然率多少，你能够接受的程度多少。那最后一个也是现在很流行的议题了，叫做气候变迁。气候变迁会造成非常热非常冷的这种空气，它会影响能源的使用。那这种情形的话呢，会间接的影响身体的健康。好，张博士啊，我想问你一下，你刚刚前面讲几个东西我有兴趣想要多知道一点。像雾霾，什么叫雾霾？这个东西是我想我们报纸上都知道，大家都讲雾霾雾霾，到底是雾霾怎么来的呀？雾霾呢是这个悬浮力在空中，那还有再加上臭氧的问题，这哪两种的污染物在空中给人家看起来能见度低，然后就造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雾霾。哦，对。那么这个臭氧是哪里来的呢？我什么样子的这个排放器会排放臭氧？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臭氧它的形成呢，需要有氮氧化物加上碳氢化合物，就是一般我们用的油漆啦或者清洁剂啦，那些挥发性的这些产品里面可以闻得到的。那这两种的污染物在空气中有太阳的照射而形成的臭氧。像我们南加州，大概在我所看到的报道，南加州在40年代，对不对？二次世界大战或者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这里的这个空气也是非常非常差的。那我们再看我们这个东南亚，我们大家很多是从北京来的、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那现在来看报道起来，你当大家都知道说北京的这个空气是非常差的，天津、北京，反正那个空气都很差。那台湾这个天气也很差，那很多都是说是由于什么沙尘暴、
侵入到北京了，侵入到这个东南亚地区以后呢，它造成的。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是不是这些沙尘暴加上这个空气不好，然后就产生一些雾霾呢？我想不能完全把这个责任推在这个沙尘暴，因为沙尘暴是突发事件了哈。那就说虽然你知道通常在四月那个时候沙尘暴的，但是呢臭氧的问题，像在以南加州为例的话，都是夏天五月到十月的问题，因为要有太阳。哦，你刚刚讲的是吗？因为没有太阳的话，同样的污染量放在冬天它就没有臭氧的问题。那你看到悬浮力的问题是什么呢？悬浮力的问题通常是在十、十一月到隔年三月冬天的时候，因为气候比较湿，它有水汽，这个悬浮力可以附着在那个上面，所以不是这么简单。 OK， 我想请问张博士，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有关这种到底是臭氧啦、PM 2.5 啦这些东西，我想问一下，说这个空气啊对人体的重要性和它的影响，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了。如果空气不好，只是视觉上的不好，也许还可以过得去，但是空气品质是真的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那根据很多的流行病学大家收集来的资料呢，就发现我们提到的在空气中有的这些污染物呢，会造成主要的都是对呼吸道的这个影响，尤其像我们刚刚讲的臭氧都是会刺激你的呼吸道，那尤其是你有气喘的人就很容易引发了。刚刚所讲的这个悬浮力，这个 PM2.5 呢，它非常的小，它的这个直径啊，等于是人的头发的25分之1，所以你肉眼是根本看不到的，所以它会在空气中停留的很久，大的颗粒它会沉淀下来，但是小的它会在空气中浮很久，呼吸到你的肺里面，它会一直进到肺腔里面，而且进到肺里面会通过你的血管进到你的全身，所以它除了对呼吸器官以外呢，它甚至会对其他的心血管的这些问题。那这些东西我们呼吸进了我们身体几乎没有机会让它可以排出来嘛，因为这么小的，对不对？你就在身体里面了，是，所以你是等于是你不可能说将来身体空气好了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好，不会，这个东西就是一直在你身体里面了。当然它也需要有累积相当的分量才会了哈。好，那我们下面想请问一下张博士，我们空气污染的重要的祸首到底是哪些的？当我们要看到空气品质想要改善的话，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说到底从哪里来的这些污染源。那我们从最明显看得见的，住在都市里的人车子是到处都是，但车子里面呢，卡车算是排放量最大的了。那还有呢，在南加州为例的话，我们得天独厚有两个港口，因着港口我们也吸引了很多的船只来，这些船只因为烧的油都比平常的要脏，会造成污染的问题。那当然这个工厂也是一个好，那这是比较看得见的，因为工厂有烟囱嘛，大家看得见能够抓得到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真的深入在看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用的很多的用品都会造成这个污染物。其实在这个碳氢化物里面呢，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就是我们的消费者用品，比如我们的发胶了，涂的指甲油了，或者我们家里用的清洁剂了。这个清洁剂最好的就是挥发性最快的，一擦下去马上就干了，又给你有味道的。这些东西都很小，但是呢你有1600000-700000的人口同时在用的时候，这个的排放量也是相当厉害的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家里用的油漆，你在早些年的时候，这个油性的油漆就是普通用的，现在有水性的油漆了，这个挥发物的含量就少了，这个也是非常的，因着人口的成长，更多的房子盖起来，新房子旧房子的翻新油漆，这些不知不觉中，我们以前算过，以南加州为例的话，比所有的炼油厂加起来的排放量都高。那我们在这过去几年当中，我知道我们南加州的这个品质管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么到底是有没有减少了空气的污染呢？看起来应该是有，因为我们的气候，我们的污染好像是有很大的改进。是的，
是有很大的改进，但是很不幸的呢，有很多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人口的成长。比如说我们一盆法胶里面现在因着法规制定所能容许的挥发性的含量可能减少个 80%， 但是因着人口的成长，我们真正的效果可能只有 50%， 还不够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像这一方面的呢，就会要叫我们有更多的这个管制的方案来配套。但是可以说以南加州为例的话，从这个过90年代以来，甚至你要更早到75年那个时候开始，总的排放量是在继续的减低。对，很多东西除了人口以外，是不是有一些跟我们这个生活这个品质本身的提高了，那么用的东西就多了。对，我想用电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电视越来越大啊，那空调的设备，生活的品质增加，车子也越来越多，这些的东西呢，能源的使用就不知不觉中就会增加，就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在这个制造方过程中，或者是运输进来的、进口的，透过这个交通运输的，这个都是不知不觉中会提高我们这个产生污染的机会。我们下面来谈谈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控制这一般的废气的这个排放。我首先想问一下张博士，如何能够控制废气的排放，您觉得要怎么样才是有效的能够控制这个东西的？在过去这么多年来的这个的经验呢，我可以先介绍一下，我们主要的管制呢就是从油料开始啊，油料怎样减低它的挥发性，油料干净啊，含硫量，也有去掉铅，这个是毒品的，就是毒物的这个排放。所以从油料开始，那我想大家都可以想得通，你放进去的东西干净，出来的一定干净了，对不 对, 对，先能够把脏的先除掉那是最好的。这一步之后呢，再配合就是在这个引擎燃烧的时候，像以前有那个催化剂的那个转换器，把这个刚刚讲的氮氧化物跟这个一氧化氮把它转换成比较没有空气污染的这个化学的这个副产品，那这个东西造成空气品质污染量极大的贡献，把那个燃烧过以后的这些，像那个 你开在卡车后面，你就会看到有黑烟嘛，有那个烟出来，你把它再抓起来，那通常这个技术呢可以达到85%。但是刚刚有讲了，减了这么大的污染源，但是因为人口的成长，这个里程数的增加还不够，那我们现在下一步的就是现在常常你看到的这个油电混合车，或者电车，或者是所谓的可以插电的这种电油混合车。那这种的呢，就是现在的趋向，就是说我要趋向零了，就是90%几的还不够好了，就是还不够应付我们现在的需要，所以这个现在车子的方向就真的走往这个零排放。那这个零排放当然讲的是很简单，但是这个电池的这个技术的突发，里程开多久要换一次电池，这个是大家最大的担心嘛。那还有我开到哪里可以换这个电池啊，充电要多快啊，好，这些的问题要配套的整个解决。那你把这个用电池或者你插电，那么你就把污染源转到电厂去了，那你电厂要怎么样配套能够有用这个再生能源，像这太阳能啦、风能啊，你用这些太阳能、风能，他们又需要一个配套，就是有那个电池的储存量的这个技术，是不是？因为太阳不是一天到晚都在那里，也有阴天也有下雨的时候，好，所以有很多配套的这些东西，这个整个系统这个基础的设备要出来。所以这个是现在这个汽车管理的这个方向。那在南加州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挑战是大家没有的，天气太好了，车子不容易坏。如果你在东岸下雪的话，常常要用车上有路上有撒盐啊什么的，车子4-5年可能要换新，这里20年的车子都还在跑。所以这个你新的车法规标准很严很干净，
但是不是马上大家都会今天要换车，明年要换车。对，怎么样能够叫这个旧车把它能够淘汰掉，快一点用新车，也是一个挑战。那我也想请问你，我们你刚刚讲说我们电车就等于是零的排放，这个几乎零了，几乎零了啊。但是我们用那些电池，将来坏了，这个电池本身也要处理。对，电池不是电池本身是有毒性的嘛，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电池不可以随便乱扔在地上，你不可以扔，也不可以放在垃圾桶里面倒掉，一定要特别处理。那么这些汽车的这个电池的话，他们是不是也要一些特殊的东西来处理？因为这个电池就会越来越多了，然后所以也是要这个处理的回收这一方面的技术。当然这些现在我们电车用的电不是以前的旧电瓶含铅的，那个是很麻烦。希望这个所谓的锂电池这个处理的过程这一套一定要预备出来，不然的话还是要处理，就是要处理。对对，那您刚刚讲到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是在用油方面，你用的燃料方面本身就干净一点。是，那一般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说干净的燃料的话一定是比较贵，因为它可能先处理过了，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人家去鼓励人家用这种比较清洁的一些能源燃料呢？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看我们是针对谁，比如说呢，对一般的民众呢，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给他们有诱导，比如说你用这样的，比如说开着天然瓦斯的车，你开电车，你可以上挂 carpool 共同乘辆的，这个方便了。你省的时间，你上班的时候可以走那个快速道，可能你就愿意多花一点钱，就有很多的这个税的方面呢、这些的诱因。那但是呢，对一般比如说卡车车队啦，这种商业的这些营运的，它就比较通常有法规要求你什么时候要达到。那通常有时候在法规的里面也会有带一些资金的公共资金的补助，帮助一些小型的企业啊，也是有的。所以通常是看，不能完全都是让你自动自发的，但一般对商业来讲的话，这个要把它算到成本里面。对，因为社会替你分担这个健康的成本了。对，那在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想起来了，我以前在南美住过一段时间，可以看到呢，他们的当地的人呢，很多东西呢，在春天的时候要烧这个稻草，因为呢，这个要不是叫稻草，也不晓得叫什么，反正要烧这个野草来控制这个有关这个野草的生长。这方面看起来应该是很也是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那时候记得，在他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经过呢，就是整个都是烟霭弥布，而且不但如此，可以在卫星上面还可以看得到。我不晓得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想应该是影响非常大的，讨论一下说明一下。这个又像刚刚所提的，看你在什么地方烧。那我先从我熟悉的南加州提起。南加州呢，我们的这个农业用地呢，它需要烧这个产品，因为要更换耕种啊。那我们的做法呢，就是说我们每一天根据空气品质的这个预告，我们说今天好，今天空气品质比较好，我们可以容许多少量的烧。那么如果农民要烧的时候，他们可以来申请，就说我今天要烧50亩，那我们每一天有每天的预算，这些亩统统给出去的时候就不行了啊。那如果说今天空气品质已经不行了，那就说不能今天烧，要过两天再烧。所以是没办法了，就没办法。对，如果烧就算违规，所以我们有稽查员在那一带看了，这样子。那这个产生的这个污染到底有多少？像这种烧有关这个所谓野草啦这些东西，它的产生的污染到底有多少？那看你的，在南加州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加州的中部农业比较多的这个地方的话，那就看你的这个亩数有多少了。像我们这样子的做法是比较省钱了，就是可以不可以，但是你真的要管制的话，这个是很花钱的，这不太容易，因为这么大，你要把它集中在一个地方，要它能够燃烧的方法怎么样控制，
不太容易，不像工厂的是一个有限的范围，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在这个燃烧的过程中能够减低它的排放，我想这是一个挑战。对啊，这个也是农业他们农民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在我们所谓的农业跟工业跟品质、空气整个的一个来讲做一个平衡点，那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那也就是您服务的单位就专门做这个事情。是，我们现在想来把我们的重点呢谈谈看将来对空气的清洁一些挑战。我想请问张博士，我们未来呢能够将我们的空气清洁或者是保持干净所碰到的这些挑战到底有哪些呀？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尤其对我们这些做空气品质管理的，当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科技要有突破，这是我们都希望这个借着各个科技的进步能够替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所以我接着这样子的问题呢，我根据这个自己的观察和工作中的经验呢，需要一个全面性的这个配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做空气的人，我们看空气，我们分析空气的品质，我们看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但是你真正在实行的时候，而且你要看着空气品质，空气也不是不会变的，是不是？你今天看到的问题，等你的措施实行出来，可能五年、十年之后还是这样吗？工业有没有转型？人口怎么不一会的？所以在这里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各个部门中间的协调，真的是大家都是为着要改进人生活的品质，空气不是唯一的问题，是吧？空气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很重要的，比如说这个交通的设计跟空气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是不是？当我们发展这个交通，他们的职责是要安全，要快速，没有人希望在 traffic 里面交这个堵车堵个一两个钟头。但是在你做这个设计的里面，你是把马路越宽，这个 free 这个高速公路越做越宽，越做越多条呢，还是说要发展这个交通公共的交通运输？今天你鼓励人不开车，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取套的方案，开车子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了，在我们这里，是不是？所以交通的这个运输的这个发展，将来要把交通，要把空气考虑进去。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土地使用，加州就发生了这个问题了，尤其南加州，在这个90-2000年，这个过去这个二十年的发展，房子越盖越远，离洛杉矶，因为大家负担不起。但是工作又都在洛杉矶，所以大家开的这个车程的里数，每天都要开好远的车才能去上班。那我想我们外州的人可能不了解，我们这边的人很辛苦，他一开车的一个小时，那是起码的事情，搞不好要两个小时，这个是单程，很普通的，来回就4个小时，很普通的事情。那这个所谓的土地的使用，什么地方做住宅的地方？那么上班的地方放在哪里？不能够大家各做各，每一个城市自己做自己的，所以这个彼此的配合，土地的使用怎样能够减少这个能源的使用，那这也带进这个能源的政策。能源的政策当然要考虑，也是一个安全，它的稳定性，它的价钱，所以你能源太高的话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但是能源的使用跟空气污染息息相关，今天讲的这个气候的变迁，这个都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跟能源的使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些的各方面的这些配套呢，这个需要一个全面性的来解决。我不能说我今天要解决我交通的问题造成空气污染的问题，当然我也不愿意，也不能说我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像刚刚您谈到的，就造成这个废弃物的处理的问题或者水污染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需要大家有全面性的，不是我专做这个我就只看这个。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也请我们的张博士帮我们做一个2分钟的结论。我想跟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谈一谈呢，我希望民众
能够听众朋友能够对这个空气品质有一点的了解，那也觉得更切身，就是我们自己是可以改善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空所直接接触的这个空气品质，那我们有很多的选择。那我也希望听众朋友在他又能这个在他能够有时间能力的范围呢，也多参与这一方面的活动，能够在这个空气品质的一些的做法，一些的这些实行上，不是单单就都是工厂的问题，实在是一个照着我们刚刚所谈的，它不是只是技术性，你说我不懂，但是这些的技术要能够实行的话，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啊，所以能够有参与这样子的这个公共的这个过程，能够来制定更好的法规了，或者政策了，或者这些，我想是很有帮助的。对对，我想我们以前这个有个俗语说是，这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是现在来讲，空气品质，这是全人类自己要来做的，是，真是也是匹夫有责的。是的，对不对？好，我们这个时间到了，非常感谢我们Elaine张博士到我们科技与生活谈话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对空气品质的了解和控制。对我们而言，空气和水可以说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我们就再度感谢我们的张博士为我们的对空气的品质的认识了解，再加上将来的挑战，可以说上了一个课。我个人获益良多，我相信我们听众也是一样。最后再叮嘱大家一下，科技是很重要的，很多东西科技是可以解决，但是科技不是万能，那么都是要我们自己的人，自己听众能够稍微对我们自己的环境呢稍微多加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环保的意识呢现在越来越高，但是呢很多东西都是举手之劳，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我想我在这里呢跟我们的听众一起来互相勉励一下。好，谢谢你张博士。本节目科技与生活是由刘登凯、黄欣怡、杨雪、张梦文、陈怡谦和吴宇硕共同制作主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拜拜。